是出生在这个台北县的平溪乡，啊，爸爸妈妈是矿工，国小毕业以后就妈妈就生病了，啊，也没有钱再上初中，啊，所以国小毕业以后开始出来流浪了，做了一两年以后，那时候我母亲就过世了，那我就说如果一直在这里待下去，好像也不是我的兴趣啊，直接跑到台北就在哪。啊，其实我对做面条是没有兴趣，因为当初的兴趣是想要做电子工业。啊，那个做面就是要两点就要起来，睡到五点多，然后再出去帮忙送货。好像也做了一年多，去一家比较大的那个面厂，所以那个老板是也不想做了，就把那个工厂租给我。我跟那个制面工会去日本参观日本的制面，回来我就。头脑就一直在想，人家做面都不加防腐剂呢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加？可是你要不加防腐剂哦，这个客户很难接受，两三个小时他面就会发酵了。我这个真的很辛苦，机器也进来了，面又卖不出去嘛，就第一次倒闭了，跑到高雄来创业。有一个心就想要说要去跟全家合作了，他那个采购就笑笑说，你高雄跑到台北来教我这个面，你划得来吗？我就给他说，我用品质来跟你比的，我不是要用价格来跟他比的。所以全家我跟他合作大概三十年了。第二次跌倒的时候，就是我又盖了新厂，也被人家骗走了，资金又周转不过了。有一次真的没办法做了，人家货都不供应给我嘛，我就打电话给全家说，明天可能没货可以拖了，因为没原料了。过了一个半小时，全家那个经理就打电话给我，说你的货款还有150万，我先汇过去给你。当初他也用这150万救了我，然后再继续一直原料下去。是不是我们人只要？不去欺人，不去贪人家的便宜，你只要做得正，你到时候这个就是贵人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贵人来助我。现在我做的就是说，都是这些大公司的啦，比如全家啦、王平啦，他们的品质也要求很高。那我这边有办法应付他。你看我们这个设备都是比别人投资的高了好几十倍呢。再起来就是有找一些股东进来了。当然就是说股东多的时候哈，有时候比较复杂啦。那我干脆就都弄给你们，我不想做了，我就要出来了，所以再来开这个红人。真的，我到这个年纪啊，所以我对钱啊，我现在很看开。五六十年了，你这钱都不跟着我啊，把东西做好就好了，钱够用就好了，身体健康最好了。我们做这个食品哦，品质要好，服务也很重要。我到现在这个手机啊，是24小时没有在关的，只要有客户有什么问题，我就马上给他解决。信用很重要，对，你不要去吃定人家啦，不要欠人，你欠人没关系，你就慢慢给他按下来，我有多少就还多少。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，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这个名词啦。